点进去控制界面，点击共享设备，分享你需要共同控制的微信好友。分享成功后，打开被分享的手机，打开微信，点击刚被分享的链接。浏览器中打开涂鸦，前往涂鸦，接受共享后点击确定，点进去控制界面就可以控制电机了。